今天用电动笔教大家画眼珠珠，拿出笔笔，开机蓝牙直接连上，好方便。画瞳孔用到的工具还是绘图辅助，中心点对准，用腮红笔刷点出瞳孔大小，也能依次缩小加深，勾出边缘，中间提亮，拿出涂抹笔刷先用里向外涂抹，再由外向里涂抹，美瞳花纹就搞定啦。擦出多余部分，微微提亮一下虹膜，画出明暗交界线，提亮一下虹膜，最后点出高光就完成啦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我用的是 P8 加的电容笔，不延迟防握物处，磁吸吸附轻松携带，可替换笔头两支，好使又够使。用电容笔也轻松盖玻璃眼珠珠，学生党必入。下次还想看怎么打，在评论区哟。关机886啦。